俾得切啦。
哇！我屌你老母啊！引雪书评的轻重，很大程度上都是看田丽的意思，不然这么大的金额闹到校外，后果只会更严重。田丽当然也不希望事情闹大，这件事本来就是他策划的，闹大以后对他没什么好处。方法，程度法，始终没有开口的江岩忽然问道：“小岩，我等等跟你解释。”江引雪心里有些烦躁，他实在不想再面对这个女人，便站起身道：“漂亮，修炼天赋再好，也注定只是一个失败者。行吧。”看在你诚心想哄我开心的份上，就给你。使不使报警啊？田丽单手撑在桌面上，他也想听听江岩会怎么说。使不使报警啊？犯是会借着占卜的名义说好话吗？使不使报警？就算这样，他也不会放过江岩。我有车镜睇住你噶。你唔喺喺马路中间做乜嘢啊？我拨你啊！我拨你唔行，你仲行你中间？喺个田里聊上，俾行系咪先？江岩得啦。好，我冇话唔俾行，我话你诈骗喺度碰瓷，你唔好走啊！而家报警啊！我车镜睇住你噶。笑容就没有停止过。那你说说，站住什么？江毅的目光在田丽身上扫视了一圈。我碰瓷啊，你系？我车警，我有报警啫，你唔好走啊，笨。显然是亏心事做太多了，不出我所料，十分钟之内。咁鬼大胆，你到香港咁鬼大胆？说什么？田丽瞪。系咪人嚟噶你？我说，朋友询
拔高的声音。